这回我给您表演。据说呀，说相声的知识非常丰富。哦，也不见得。咱们今天这么办啊，跟咱们亲爱的观众共同探讨一个问题。哦，什么问题啊？您说咱们这人做梦是怎么回事？这不知道。在旧社会呀，啊，专门有这么一行人，指着这个吃饭。哦，迷信。咱们北京的天桥啊，天津的三不管就有干这个的。好，算卦相面外带圆梦。哦，叫生意人呢。对，嗯，他说你梦见马这个好，这是什么？说你要见信了。哦，家里只有给人家来信的。是，你要梦见驴可不好，这是要闹鬼了。嗨，梦见自己掉河里好，这是什么？要捡钱了。啊，梦见自己吃饺子不好，这是什么？要生气跟人抬杠。嚯，梦见自己家里着火好，这好什么？要发财了。家都着火了还发财啊？骗人呢。真是，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啊。跟大家说说梦也有来源。什么来源？比如说啊，您工作太累，晚上睡觉了，大脑没有休息，开始就要做梦啊。礼拜天今天没歇班啊，义务劳动干力气活。是，哎呦，卖力气卖的这个了不得，晚上做梦了啊。要做什么梦？做惊险的梦，害怕的梦。哦，梦来梦去把自己梦到锅炉里去了。跑那里干嘛去了？做梦啊。是啊，梦可就来了啊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怎么进锅炉里了呀？那里边什么滋味啊？热呀。热你出去？出不去呀。为什么呢？没门啊。你怎么进去？这是他不做梦吗？哎呦，这锅炉怎么是圆的？那你怎么办呢？我溜达溜达吧，找个凉快地方。对了，哪凉快哪待会儿多好啊。啊，找凉快地方溜达溜达。哎呀，怎么样啊？更热了。怎么呢？跑炉壁子这儿来了。你怎么上那儿溜达呀？就说的是怎么上这里来了。哎呦，这比那阵还热哟。哎呀，别续火了，你不歇班了吗？快家待会儿多好。这天没有什么用的事儿啊，这到什么时候你还掀门子去？醒了。哦，醒了以后一看，太乐了。乐什么？几位多受累了啊。怎么了？六床被褥都给我盖上了是吧？这拿被褥捂的，这是被子捂的啊。我再给您举个例子。是，晚间您这来朋友了啊，喝点酒啊，喝的还特多，又吃点厚味的东西。哦，咸了，忘了喝水了啊。在做梦。做什么梦？做口干舌燥找水喝的梦。哦，叫渴。哎呦，这渴哟，这梦来了。哎，又来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渴呀。渴你喝呀。没水呀。没水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没水哪有酸梅汤也成啊。这啊，每天家里就预备酸梅汤，今儿没预备。哎呀，这渴得要命啊！这是，哎呀，哪有卖冰棍儿的成啊？这个，那看看找找，甭找，他天天堵在门口那儿喊。一个老太太坐那儿，卖火的冰棍儿一毛俩，甭说一毛俩呀，两毛一个我也吃啊。这个有没有啊？没有啊，这卖冰棍儿哪儿去了？这个天天堵着门喊，奶油的、小豆的什么都有。今儿连老豆子都没有了，这个。哎呀，渴得要命啊！找找去多好啊！啊，这东西哪是绷盯不住了？爷，哎，来了！哦，卖冰棍的。哎呦，卖火筷子的。这什么眼神啊？是？哪是什么眼神？我们可这样的卖火筷子，大小伙子囤点什么卖不成？再卖火筷子，这个。那你管得着吗？您别到明儿我就反应反应，干点别的不好吗？这个。是。哎呀，渴呀！梦来梦去把自己梦到西单去了。
西单啊，这西单，西单，哎呀，西单商场，嘿，真有意思。哎呀，西单商场改水铺了，改水铺啊！你看，哎，这么大的商场改水铺了，西单大水铺。嚯，这么大的水铺，这回我得喝够了。一拉门进去一看，没人，没人了，他不做梦了。哦，哎呀，这么大水铺怎么没人呢？这单位保卫工作做的可真不好，明儿我得给提一下。我不管那，我非喝够了不可。喝吧，一看这有大锅炉啊，就这熬水的水铺的大锅。是，掀起锅盖，拿水舀，刚要拐，哎呦，拐吧，一锅鲜鱼，鲜鱼啊！哎呀，人家可这样的做做鲜鱼，这是哪有水铺这这个做鲜鱼的这？快，这我疼的要命，这赶紧走吧呀！不成啊，还得回去。哎，回来干嘛？拿人锅盖了。哎，梦可梦到顶点了啊，把自己梦到郊区去了。郊区梦到大矿场啊！哎呦，这大矿场啊，烂挖野地。哎呦，这到哪儿了？这个可是这样，怎么还有慢慢一看有间屋子啊，一间小屋，屋里摆个茶几啊，茶几上面搁着一个茶壶，新沏的一壶艳茶。打那壶嘴里头突突突往外冒热气，好着就喝吧。门锁着了，这个寸劲儿的，你看看。我可这样的锁门呢，这样。不，非喝不可。你上班不要紧，你怎么钥匙给我留下这个？人家认得你吗？不认得我没关系，你给你还喝不上了，给你们孩子留下不完了这个？那把钥匙挂在孩子脖上多好呢，这个。这孩子人哪儿去了？不是我非喝不可！破破，干嘛？我砸玻璃！砸玻璃！一说砸玻璃，砰！一撇头，啊，把人玻璃给捣碎了。捣碎了玻璃，伸下手就够这壶啊！他要够不着啊，就不着急了。是是，刚够这壶嘴儿，还不知这壶搁的怎么这么结实？嗯，一蹬一出溜，一蹬一出溜，一蹬一出溜啊，来回蹬了三下。旁边挨着睡得急了，是起来抡圆了给他个嘴巴，啊，什么意思啊？你放着觉不睡，你揪我鼻子干嘛？揪鼻子，